叶嘉琪在今年二军总共投了33.1局，被打出29支安打，有40次的三振演出，但也有25次的四死球。是能力是不错，但是在于他的控球还是有最大的一个问题、的火球应该也是球迷朋友比较期待的部分，在连续两场比赛都有安打的演出哦。我今天那个高度是很 OK 的，是，哇，这一人出局，哦，这时候好像来了一颗变化球。年的选秀会里面的第三轮的一个投手，是。明日的黄之锋先取得了良好一坏的球数领先，哇，哇，这一颗球。最后包含陈文杰跟黄志峰好像在上一场比赛哦，第二战就被你的攻击方式，哦，这个今天非常精彩的一个戏码，哦，这个球很有吸引力啊，球！这个直球对决啊！直球打高了，转一手，结果是陈晨威。是太阳正在上空的最正中了，然后这个球其实要接的是因为。又高，对，然后你必须要用手套去，毕竟游击手是他是后退在接球，对，好，现在有信心，依旧是把它摆在第五棒的位置，对，的确这是有一点难度了，不过他可能就是会一直想太多，对，就是因为打席，那影响到你整个后面的一个表现，是要值得观察的啦，因为他记录上对到我。这球，苏维达把球送到了右外方向，林志玉很快的站，好一堆跑者，我让这个很多球迷朋友来这边为他们加油，我这个球投相当准哦，哦，可能稍微，这时候一垒上跑者走，再做了一次牵制。这球打高了，野手欧克瑶站到界外区，掌握。例行赛的攻击火力是4队之冠，因叶嘉琪在有了这2分领先，投起球来应该会好。我们可以感受到两队对于球。对的，真正的比赛是绝对是。那最主要哈、哦，我要讲的就是，尤其二军其实这一段日子这样子，军还累了。当然，哦、他们不是调整，是训练，又要训练又要比赛哦。是的时间。对。啊，不过现在其实也很方便啊。好，这一球打到了捕手，有很多的这种载具。都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网站上来做欣赏哦。对。这球抓第一球攻击，我们看陈晨威跑了非常长。好，这个半局中英兄弟的第一棒将由黄志峰开始打起。说球赛的一个精彩了哈、那其实到了周末假期，常常会带着爸妈会带着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二军的比赛是没有收门票的，对那个味道哈，真的你来我往的，是有压制的一个能力，嗯哼，对，那么其实比较属于、哇，这球是有点。这球基本上啊，没有办法。
哦，这时候做出这样的动作，摆出短棒，结果下一次就。哦，对，在比较外角的位置。哦，这一球扛到了中外野方向，结果是。哦哇，这个球就跑到比较中间的位置去了。对对对，差一点就过了。对，那哦，连续被打出两支安。哦，嗯，蔡吉哲啊，林映响哦，这样子的投手战，真的都是在总冠军赛投出了这种燃烧小宇宙的这种感觉，真的是比较低潮啊。对对对对，才击出带来一分打点二垒安打的许吉宏。哦，对，这个是本土投手的一个通病。这球扫到了左外方向。再来，这个半局在场上投球的依旧是叶嘉琪。他其实只要接球后自赶快去踩一垒垒包，因为陈晨威如果有很多这种没有办法预期，而且非常有，所以大家感情都是相当不错的。欣赏这么精彩的比赛，相信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享受。这一球打到了叶嘉琪的面前，哇！也会造成整个比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。是。岳东华，果然岳东华点，虽然打，因为其实只有一分差的比赛，当然对。紧接着打击的是，那会不会出现在这个时候就值得期待的陈子龙，更有拼劲的，当然。叶嘉琪这场比赛所投出，而且其实有很多场上的表现，你真的是要靠平常不断。哦，追到良好一坏，不是很好做攻击的。只有这球提前落地，比较严重了一点啊。其实这投手的一个心理素质是。哇，这一球打往了中外方向，中外手陈进用手挡了一下视线，顺利的。连发生啊，也因此丢了一分。今天就是。叶嘉琪就是靠速球来压，哇！这球有水准，很准哦，他很准哦。哦，有机会可以，对对对，真的很准啊。嗯。哎呀，嗯。哇，这球。嗯。追球，哇！右外方向送，看右外手，嘿，所以让林志宇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处理这一球，对，抓到兄弟今天目前唯一一分的打者啊！哎，这次真的用点的，有没有机会？我是蛮欣赏这样的一个球员的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在球队落后两分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现在两人比赛的一个观念。好在以 DH 指定打击的身份来，况下要来面对这样的状况，在考验投手教练或者总教练的一个。